哦，两个人。我的价值从十几块变成300，你懂屁啊！哎呀，好赚哦！你的价值一瞬间飙涨哎！最昂贵的价值。哇塞，我被秒掉。48比48哎！你要扣掉17啊！啊，撞到了，鬼要来了吗？所以你现在只能扣16，因为你有13。我靠！我还没跳起来就死了。谢谢。哦，这个坐下去，只有一个。还有金人，完蛋了！金人，全灭了，全灭了！耶！哦，奶力比速度，比速度，奶力跟他比速度。你比得赢吗？他们有五个人。哇，极弱！奶力的攻势2.29，这么快。他开第一的话，加88，180吧。啊，进一个人是守不了的、啊。然后奶力被牵制啦、啊，我们GG啦，输了耶！哎呦，达成条件了，哇，这样打得很辛苦哎。哎、欸，不会吧？你要守住了吧？不会啊，要守住啊！九桶怎么是九桶回去啊？他们留一个坦克回去，我会被戳死啊！哇，好猛啊！我们守住了耶，你要被戳死啊！这个破甲线10，我、哦，他会再一次啊！走，哦，走掉了。拉哈大，哎呀 ，GG，GG， 耶！我们可以看到排位啊！哎、欸，哇塞，这样还要骂人家嫩哦？可以进群他吗？那好骂我们嫩，为什么不行？哎、欸，你说我们嫩呢、欸？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出来了，出来是什么呢？实在随便玩呀！同五，同三，真的假的？有同吗？同三，国泰湾，看好同三，好丢脸哦！啊，好丢脸哦！竟然同三哎、欸！天哪、啊，我们好看我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加入这个战队吗？我这辈子还没有铜牌过哎、欸。不行，这只有我们能玩。我这辈子我还没铜牌过哎、欸。不行、欸，我们之后都可以用这个来练脚啊！我们之后可以用这个来练脚啊。对啊。来来来，啊，可以太阳玩。我肚子好饿。太棒啦，铜三呢、欸，开心。闭嘴啊，死铜牌们！哇塞，哇塞，你懂篮子。你有铜牌过吗？你有的铜吗？你有的铜吗？太强啦！从三开始我就没有铜牌过了。失眠。铜三不台湾。请问应征这个战队需要怎样的能力？谁要进来？快点！我佳佳，来邀请咯，邀请哥，邀请。为什么要为了铜牌战队那么努力？大家都想要进铜牌战队。哎、欸，他不让我邀请你。铜牌战队很值钱哎、欸。刚刚谁抢我们的？欸、知道。刚谁抢我们的？把他赶走。希维尔刚刚检举他们。你知道铜五跟精英一样稀有吗？哎、欸，他为什么跟我说？我们快要接近了。哪有啊？没牌的占了70%。我说如果有牌的话，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乱讲。铜牌比较少吗？没有吧。我回来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嗯，刚谁骂嫩的？我忘了，我一定要检举他。希维尔，希维尔啊，没有问题啦，偷检举。赌嘛，那现在嘞？哎、欸，我们用这个战队去排一场，看要排多久？应该很快吧？可能要哎、欸，要过几天才可以再邀请人啊？那为什么？邀满了，那没关系，快点，我们五个再去排一次。他说每周只能邀请三个人，为什么？有这种事？因为已经打五场了。你太扯了！快快快快快！我们用这个战队排一场。哎、欸，我看一下，同五的人有2.69%，大概跟白金四以上差不多。白金四到白金五之间差不多，那也蛮稀有的、啊。对，我们真的是很厉害，我说真的。而且、欸、球人，嗯，进来哦。你太阳去玩啊？太阳不在练脚，太阳进不来啊，进不来啊。他没有，他没有那个实力啦。对不起，再过几天就可以了。红山都红山都不能打，那很烂。哎、欸，预估时间多久？欸、才59秒，那、啊、么看一下队友，看一下对手怎么样？
好好奇哦。这样我可以玩那个了吗？我可以乱玩了。你不是在就在乱玩的话，我没有认真啊，我打不赢你们就真的打不赢啊。就打不赢同三的，就打不赢啊。我刚刚有谁提到一个很有趣的攻速，我忘记了。也太惨了吧！忘记了，我想一下，辛吉德吗？哎，辛吉德自杀流很难，好不好？那是一个技术，好像不是辛吉德。辛吉德重头流那是一个超难的东西。结果我们这一场认真，然后把对方打爆。你认真吗？那我要打啥、没有啦，我想一下要玩谁攻速，饭好了啦。饭吗？饭好像也还好耶。吉林那个是孙悟空、提摩斯、文一大师。难玩啊！我觉得玩攻速还蛮爽。有什么攻速快的时候会看起来很有趣的角色？玩玩，他会怎么？熊啦，想起来了，刚刚有人说要玩安妮吧？熊啦啊！攻速快的时候会很有趣的安妮啊，菲斯啊，你应该玩那种攻速快看起来会很低能的啊，菲斯啊，攻速快看起来很低能谁？那第五师啊，那个那么大的猫，然后飞很快的，真的吗？就很大只的都会很低能，很大只的、拉姆斯应该也蛮低能的啊，就是拉姆斯。你拉姆斯攻速是可以干嘛啦？莫菲特啦，啊，过去开始狂敲他。阿姆姆，纳蒂鲁斯啊，纳蒂鲁斯。阿姆姆啊，头锤啊，超快头锤。拉姆斯攻速流很强哎、之前有人就是一出红双流啊，很猛。欸、阿姆姆如果敲你，你知道吗？不然那个来狼人啊。狼人攻速流，你可以跟人家站着，跟人家敲他就干什么弄会吸。以前玩过了。啊，不然。那不然就阿姆姆或纳蒂鲁斯啊，选一个。纳蒂鲁斯，好想看哦。好，那就纳蒂鲁斯。好想看纳蒂鲁斯，你们不要打太快。打很快。反正你上路不是就负责送头？要送我也是很认真在送，好不好？我不知道边谁，你们可以给我个意见吗？雷。来个雷斯。雷斯是谁？我刚考圣诞妖了，雷兹。哎、欸，再来一个皮哥哥喽。皮哥哥喽。嗯。说我想玩皮哥哥喽。那就。这场要认真还随便玩？变得认真玩了、我很认真啊。那第五是。那我要打 jungle 还是？其实我没有玩过纳蒂鲁斯、就算有，顶多一次两次。真的，我完全没有印象。要编谁？编谁？那你不是要玩？那你要不要编掉？嗯？想打 support？ 什么？我打阿木木。编谁？那地鲁斯攻速流。雷绿，你用雷文啊？那地鲁斯在哪里啊？搜寻鲁，有雷文加鳄鱼，我们又是蓝方，我们玩了几场蓝方啦。雷文加鳄鱼六三等加蓝方的怪物，蓝方就代表我们比较弱啊。是这样啊，我们需要一点胜率、地形优势。什么东西？地形优势啊，地形蓝方就是分给你一点地形优势。哦哦哦，新手最常用的，哦哦哦，又是一只新手更常用的。怎么办？我讨厌李欣。屁海角。哈哈哈哈哈！屁海角过分。那你很喜欢屁海角吗？过分、我不否认啊，可是那就是屁海角啊。有秀操作吗？二节对。李欣解压术，屁海角。李欣。噔噔噔噔。啊、还有雷文，你看啊，有人要选 PI 角，竟然有角色没造型。你看，怎么看 PI 角还锁定？雷文，你是下路啊？还是中路？刚刚完了，他跟我。同三呢？同三队友到底会怎样？不，对手到底会怎样啊？好有趣哦！你为什么要那么开心？啊？你雷玉，你不要 TP 啊！你去上路干嘛？你觉得我们打到同三还要继续输吗？不用了吧，就开始爬分啊！我们可以输到同五啊，爬到同一，爬到同五再输回来，爬到同一再输回来。我们爬到同五再输下去，看会不会没牌？不会，不会没牌。这零分，最多就零分哦，白痴哦。啊，以前会没牌啊，现在不会了。不会，不会啊、现在金牌以下都不会掉牌。
鳄鱼，铜牌不会没一排吧？铜牌，鳄鱼贾克斯啊，贾克斯也蛮好的啊。鳄鱼加雷文啊，你们好凶啊！唢呐中路的意思吗？修子武很猛哎、欸，唢呐中路很猛哎、欸欸，秒人哎、欸！我上次被他 Q 的普光一下都吓到尿裤子。那么久啊！这都刚秒死哦！为什么觉得五只都是很像小孩子在出的？你说我们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开玩笑的。我很认真啊！不是你啦，怎么会是你呢？那你有时候要带点燃跟闪点燃啊？他带你那只带重击，你也要吃究极吗？我吃都吃。都吃哎、欸，对我吃得掉吗？错啊，你点 W 我也不觉得你吃得掉啊。我觉得点 W 可以吧？不是，我跟你讲，我一开始就有34%的攻速，我觉得吃得掉。哎、欸，他们是羊，他们是牛跟什么啊？我看不太懂哎、欸，这组合。他们应该也是双蛋男哦。是吗？嗯。他们看到你们双蛋，他们就想要跟着学。哎、欸，双蛋、欸，他们那时候上的，赶快双蛋一起。哎呀，我是觉得雷文加鳄鱼三等后无敌的啦。我是牙叔加牛，牙叔加牛、啊。我们以后打战队积分，我再打。踩一踩啊！妈的笑，你看到了？夸张了，这笑。可以看到吗？踩一踩是玩泡面头，他放三个那个机台在地上，然后心急的跟着他一起跑，心急的想要抓我，然后就跟着我后面跑，就刚刚在那里三个炮台面绕圈圈，他就跟着我在里面绕圈圈，然后他就死了。哦，我不知道他说什么。OP 对面有绿焰火狮，哎，输了。我帮你查一下，对面 PU 叫什么 ？Ren 三三。好，为什么不点微信游戏哦？因为。因为会回血很可怕、欸，因为我不会死，因为我打不赢人啊。既然我打不赢人，我哪有机会回那5%的血 ？Ren 三三金三哎、欸，还不错啊。特利夫茄啊、喔，特利番茄，特利夫茄。不错啊，都有金框框，嗯，梦哎、欸，他们叫什么战队名字？金刚芭比刚刚好，金刚芭比刚刚好，我看他们定位是，哎、欸、啊，他们是打三场而已，我们打五场哎、欸，他们好好，他们可以打铜三，我们这群铜牌闭嘴吧，他们遇到铜三的队伍哎、欸，不会吧？那代表说他们前三场都输，没有，他们赢，我看一下，赢了还只能打铜三，会不会太可惜、啊？赢一。输一，赢一输一，然后只能打铜三。那我们要赢吗？看来战队积分的铜三也没有多烂到哪里去啊。你要个人积分出来很烂。对。你要不要创一只小号啊？有点想。有人说为啥要点危险游戏下面那一个？危险游戏下面有东西吗？危险游戏下面有东西，危险游戏的上面那个吧。下一层吧、哦那個。哦，下一个是那个魔法普攻带魔法伤害啊。是吗？哦，在下面那个哦，因为没有为什么啊？对哈，为什么？我看嘉文在连线点好，我是 AD， 为什么要点那个？问你啊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嘉文卡到了吗？99%，卡到赢，卡到了，100了，人家是水皇哎，水，他都腰啦，吃饭啊，加虾米，小狗子，啊，铁板烧喽，你是懂小狗子？铁板烧就是关小狗子，可是我推荐的、欸。他是台中那里有啊，我不知道。哦，对，小狗子之主哎、欸，是小狗子推荐者，小狗子之母。他是大狗子、欸，蔡大学长。大狗子不是我、啊，叫你学长哎、欸，他是不是也要叫我学长啊？What？ 对啊，那他也要叫你学长。Oh、my God！
不要讲那么丢脸。那是你们认识的吗？我们就打说，原来你们这么烂哦，太坏了吧？没有啦，原来你们不过。所以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？没有，应该就是学长，说不定是高中的学长。高中不会吧？哦，武秋风也是哦。嗯，武秋风比我们大还是比我们小？他是老人。学长等等烧你屁股就不好意思了。他们好像很强，怎么办？我们会不会输啊？我选索纳中路第一次。别说了，我才打 jungle 第一天、第二天。你攻啥？烧什么？跪求毕业礼物。逢甲吗？约吃宵夜啊？嗯。吃小狗子吗？小狗子就跟不是小狗子掰。哎，你又不吃，又不来吃。哇塞，我去啊，你请啦，我要点一大桌。哎、欸，我要点什么来吃九级啊？我要点什么吃 ？W， 刚吓一跳。W， 啊，主一哦，主一。Okay. 你的 W 就是你的 E。你们两个帮我打超快的哎。这样子超暴力的哦。为什么 Q 他很痒啊？为什么？你要等巫妖出完，你要叠到第三层，你要加那个被动啊，被动才会痛。Q 的第三层，主一哦，你会力量和旋吗？会吧，力量和旋很简单耶。哎、欸，我血前面不满就回线上了，来。哎、欸，有人说阿靖的确是大学长。每次都是他在打字啊！哦，我有点痛，刚好怒气。他们没有看过攻速这么快的纳迪乌斯，吓死他们了！哇，拿一个毛！我们就慢一点啊，再一只就六那三。啊！被撞走了，忘记了，还有浪费一个闪现。我现在冲。忘记了撞了，是完全不了解这只家。那、啊，我好像第一次玩这只哎、欸，好像真的。哦哦，不要盯我，不要不要。因为我连他的招都没看过，那我吃错只，一点印象都没有哎、欸。我这是什么、啊？拉要讲吗？要跟你讲吗？我在看，我在看了，我大概知道，可是我有点。那这是什么护盾啊？吸收最大生命的护盾存在的时候会怎样？武功在两秒内最大生命會怎樣，武功扩散了、啊，武功扩散，你这样想的话。I will not falter。你那个观众真的太有才了。怎么了？欸、他每次都针对阿靖，你知道吗？那好坏啊！阿靖的确是大学长，跑一千六会让全台有感地震。Hello， 牛取丛林，自己可以挡住一条。Hello， 有人在说 Hello。Hello。哎、欸，苏卡 ，Hello，Hello， 哎，好苏卡，我是苏，在美国的苏卡，打牛，打牛，打牛。现在时间是上午的10:49，开心吗？好死啊！你在美西好像很远啊，你要去抢车了、啊。我在洛圣塔。哎、欸，我回家嘞。你有抢台车啦？气象塔吗？又看到什么高科技的东西吗？我在洛圣塔。哎、欸，我。昨天还哦，我前天好，我前天还去了那个旋转餐厅，啊，结果看了整个洛杉矶的风景，超级像那个圣塔的哦，好好哦。